就酿成意外，但以其他遭到爆炸波及的钓客不满，欧文说现场爆炸炸了我钓鱼用的枪枪和身上满身灰，膝盖也受伤挂彩，店家员工出来也没任何表示，只是看看怎么当初炸掉就走了，还说这种无良店家真辛苦推荐。我那个当时去而已，那时候不飞，而且翻一个小孩子，然后那小孩子最多而已。他们那有六个冰箱都可以玩，而且整个区域应该有三十。你这个会弄到我满身，然后我的下雨被你顺便冲干，那你们这样打算怎么处理？